谢谢松武拉布，谢谢米娜环，谢谢松武。你好，晚上好啊，晚安，谢谢送我看好你哦，谢谢。谢谢。谢谢送我玫瑰，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チリチリさん、こんばんは。興奮颜色好好看。谢谢。谢谢。手机不是坏掉吗？没有，我没有坏掉。我没有坏掉。门上还是可，啊对，谢谢董事长的礼物，谢谢。还有诶，梅林今天不会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看我开直播了。等一下，梅林该不会急车啊？对，对，我以为今天是9点。原来是济州时间，对不起，日本时间吧。嗨 大家对不起，对不起。好久不见，大家好久不见，我真是，我提醒了诶，没看到。对不起。礼拜五怎么了？不要问我，不要问我这个事情，不要问我，就是手机坏掉，没有没有，没有坏掉。阿贵在巧克力。又要睡觉了，我想睡觉。阿贵在哪？我今天很累，我今天。今天一整天有事情，很累。我刚刚回家，所以我很累。早上到现在一直有事情，很累。呵。真的想睡觉。希望明天上大学吧，不要期待吗？对不起，不要期待。梅林昨天有去看剧 没有，没有时间去，没有。我想去，那个很想去，但我没有时间。啊，声音。梅林辛苦了，谢谢你。谢谢送我什么合家大佬合桥？
大家这个礼拜做什么？有遇到特别的事情吗？小小妹妹人气是音店说台语好可爱。对不起，我其实那个口音不太好，不知道怎么讲，很难。对。谢谢松木玫瑰。玫瑰，谢谢送我玫瑰，谢谢トモさんだ理由。あ、アナと雪の女王があるね。およバナデンジュリアツン。おお、全名前。わお。なんか台语听得懂吗？え、真的吗？听得懂？真的？真的吗？那就好。あ、谢谢追踪我，谢谢你。听得懂吗？你想看吗？想，真的哦。我爸听不懂，我爸听不懂。对，但有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最近还好吗？最近有点累，最近有点忙，所以很累，很累。谢谢勇哥的我来见到。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許していいよ。今天我也迟到，所以我原谅你。辛苦了，谢谢休憩。来来，晚上好。你我的房间真的很脏，不行，怎么办？我想整理。好脏。真的好脏。他也是奶奶教的吗？不是，同学教我。我同学教我的。把镜头架高，直播整理房间啊！不行，我不想给你们看我的房间，真的很脏。え、なんで？谢谢送我喝牛奶。谢谢，等一下。我真的好容易想太多。希望美玲会精选吧。呀，嗨，期待しないで、みんな。期待しないで。选拔的事不想现在不要讲嘛，因为什么都不能讲，我要怎么告诉你们？所以明天啊，下次的直播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选拔，我都喜欢美女。谢谢奶奶，谢谢。对，我知道，所以我
我也不想讲，所以请今天不要讲吗？因为还没花，谁在？谢谢送我曾经告白。谢谢分享我的直播间，我想整理房间。好的，期待美玲上学吧。出如果没进，下次加油就好，还有很多机会的。吉利吉利上，谢谢楚阳讲，谢谢。那明天直播不就好了吗？对，要不然问评选的事好了，评选的事。啊，说，哎，可是我评选的事情也都想，我想讲这那个什么，明天以后，明天以后就选吧的那个话公布以后想讲，所以这个事情先不要讲嘛。不然大家都会迟到。好哦。后来真的有办法跟朋友玩，哎，有，我会玩那个日本，跟日本朋友，谢谢，很开心。真的开心。真的开心。而且变日迷一定会看到，对，我会看到都很开心，然后跟日本的同学一起玩。有打什么什么吗？什么指什么？小松的同学好。なんで私のせい？对不起。ゾンビモード？没有，我还没玩。我还没更新。最近没有时间玩，所以我最近没有玩。美玲，我先去忙了。下次爬晚上八点。开的时候才来认真看，好，加油，やすみ，拜拜，谢谢吉里吉里さん。什么呢？好累，超级累，什么累？什么那个做屏幕的很累。僵尸，啊，打僵尸，谢谢僵尸。僵尸里面有一个，夜魔师这里一直来，然后越来越吵，哦，好可怕！你会玩到很绝望，为什么？因为很难吗？没有解释的感觉啊，我不喜欢没有解释的那个。啊，怎么办？真的想睡觉，想睡觉。
今天一个半小时，我会死掉。真的不行，我会死掉，很累。眼睛擦一下，为什么要擦一下？擦哪里？什么？啊，怎么办？我今天真的很累，所以抢不到花地，抢不到，完全抢不到。对不起，大家可以帮我花地吗？给我花地吗？今天很累，真的抢不到，怎么办？啊，小妹妹看起来很累，其实我真的很累。迷你工的练习课，跟大家玩唱歌吗？不行，不要唱歌，不想唱歌。我唱歌不好听。迷你工的练习，迷你工的练习吗？最近。还有一个礼拜，下礼拜就迷你工了，怎么办？我真的觉得练习的时间不够，但真的不想跳走，对，所以我在努力练习呢。可以讲什么？这些可以很正常哦。哎，我知道，但我没听过他的节目。迷你工你要小心，为什么？为什么？小心什么？这个小男生好，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团长会坐最前面。哦哇哦，最前面。啊，对，是不是昨天冲奖？那个冲位置吗？迷你棍的位置决定了吗？你们的位置怎么样？很好，好的位置吗？还是不好的位置？你们这就是到学校的活动练习时间不带过啊。对，学校的活动也是，还有开始的时间很少，所以。很短，时间很短。道明开始讨厌我，为什么？对，然后什么？下礼拜就断考，但是没有时间复习的时间，完全没有。哇，真的怎么很狠？美丽完全不想动了吗？完全不想动，我的身体真的很累，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想睡觉。美丽味道没有有玩乐趣吗？跟谁？嗨起来，不行，已经嗨了，因为我也走到最前面的位置啊，
所以倒米，所以倒米，哈哈，讨厌你，很好笑。换来换去，好可爱。你同学？没有吧？知道吗？最近我跟同学不太好，鱼在最近很凶，对我很凶，哼，可怕可怕。期中考结果出来了吗？期中考是什么？上次的吗？应该是吗？上次的吗？喧嘩してないよ。没有，没有吵架，但是他一直说什么十百八十是什么？什么十八十是什么？咪咪さん晚上好，咪咪さん晚上好。我最近没有药，没有药，没有药。啊，是不是？啊，原来是不是？不要太大力了，是不是？なるほど。我没有要他们，开心一点了没有？我没有不开心，我就很累而已，很累，真的很累，真的真的今天很累，对不起，不会嗨起来，没办法嗨起来，啊，もうやだやだ，もうやだやだ，真的，起来，很讨厌。偷偷收集美丽无畏队，谢谢汤米，汤米谢谢。没有要，那是吧？都没有，我都没有。少不要菜丝，我完全没有不开心，只是很累而已。体谅我吗？你们可以体谅我吗？体谅我，体谅我吗？我在，成功，国产子，哦，多好运，对不起，等一下，好快乐，真的，看到星星，ジャージさん，こんばんは。对不起，我也想睡，哈哈，一样。说，然后明天又，啊，明天要去学校，呵呵嘿。刚刚做，可里的，不成功，哈哈，哇，怎么办？很累的时候真的很想哭，为什么很想哭？不会想哭，但我真的看不到，我真的越来越看不到文字。昨天去参加别人的结婚か，婚礼，结婚礼。我也感冒了，美丽的刘海真的啊！对，我今天有刘海，因为道明上次跟我说想干刘海，所以那个隔一天就有刘海。哦，比较喜欢有刘海的我吗？你该不会是老花眼是什么？我也感冒了，美丽的刘海。迷你控有刘海吧？有，
吧，有有有有有，期待一下。天气的话好好哦。我暑期，暑期什么？我自己超级有点喜欢啊，没有，没。额头的你，但我有刘海。迷宫位置很后面，哎，为什么不是女生的那个位置吗？どっちも好きってミミさんありがとう。嬉しい。没有刘海的你，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已经有刘海。ねえ、ウリャオだよね。チンデンダウリャオ、デブチ。あ、チンデンダウリャオ、デブチ、そう。チンデンダツボイン、ガイハンウリャオ、デブチ。因为我很累。所以、完全没有讲话。美玲还是我跟道明换，可是我旁边会全部是女换。呵呵呵，好像很变态，很变态。还是我把扇子给成恩。다음에我叫成恩吧，都过个汤。哈哈今天特别想睡觉。无聊？那听歌吗？我一直有放歌，啊，但没有了。美丽呀，我的越来练习惯这种状态哦。髪切った？え？切ってないよ。髪切ってないよ。ジェントーファーラ？え？什么？え、ミミさん、没看过ジェントーファーマン？ジャージさんは知ってるでしょ？え、長くなったんだけどね。もうすごい長くなった。ここまで、ここまでだったら、もう超ここまで。1ヶ月でこんなに伸びるんだ。そう、およ、ジェントーファー。哎，我觉得很片场了。那你一天现在才发现吗？想睡觉的眼线比较美，怎么办？真的吗？奇怪，我低头做眼了。真的吗？你听了什么歌？什么哪一首歌？要多多下午好好的，上次来是上礼拜日，上礼拜日我已经有剪，我已经有剪，我一个月前十月的月底的时候剪，多吧？什么咪咪桑？什么现在才发现哦？美丽真的有人有唱，新歌是什么？新歌是还没发的歌吗？还是那个回版吗？今天要先发阿胖的上次，美丽不开心，我很开心，我很感谢，我没有不开心。你是不是有点东西？跟买版啊，买版，买版，怎么买版？听过买版，だって元気出るやん。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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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充电。やばい，やばいよ、ミミさん、やばい。听了才知道，还有我听过，你有听过？我想订买房。
过现在头发的强度和梅林差不多。哦，真的吗？跟我一样吗？大概。不会唱歌。めっちゃ可愛いやんで。何が？美丽是美丽是没有发表过的歌哦。我想看啊，我想听，我想听。不过刘海是左边，我也是左边，我也是左边，因为这个换那个镜子。感觉翻过来，所以我也是左边一样吧，是吗？对，就是这里是左边。镜像嘛，啊对 ，yes yes。我今天换扇子。可能很晚了，梅林太晚就明天再看去睡觉。好，你可以慢慢花，我等你，我会等你。哎，你有听过他唱 live 吗？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多还有一个小时，我爸睡着。我今天打高铁。所以美丽高度 R&B 了吗？嗯，我大概懂，大概懂了。我要去桃园，早点就要去台中了，好远，很好笑，很好笑。草莓酱，晚安。タンクさん眠い、どうしよう、助けて。眠くて死んじゃう。どうしよう。眠いの。看起来就睡着，对，我真的不行，我快不行。后来就穿剑气在这个小的，这个很乱的脸，眼泪有过多耶。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タンクさん。無理。眠い。我想睡觉。我真的快死掉了，我真的不行，还有一个小时我会死掉。怎么办？可以睡觉吗？是你快过来，眼泪好明显，因为好想睡觉。すごすぎちゃうね。全然わかんない。一人暮らしは頭もかなり疲れてそう。一人暮らしじゃない、おばあちゃんいるけど、まあ一人暮らしに近い。やってることは。
おばあちゃん基本的に家にいないから。でもね、最近忙しすぎて眠いの。会不会变直播睡觉？可以吗？啊，そうだった。そうだ、おばあちゃんいるよ。我们是美茶，真的吗？ミニコンサートあるもんね。そう、ミニコンサートの練習とか。まゆちゃん眠いんだよ。泣いてない。眠いだけ。我想睡觉，我在睡觉，不行，好累。寝よう、もう寝るわ。おやすみなさい。お疲れお疲れお疲れ。え？斬新ね。まゆちゃん眠たい。代わりに喋って、代わりに喋って、お願いします。寝るんで。タンクさんも寝ちゃうの？おやすみなさい。寝るの？もうそっちはもうすぐ11時か。ミレちゃんの意味ってその1。ミレちゃんは最近、最近、実は何？びっくりするほど可愛い。エロション、エロション、何ってことで、何、は？待て待て待て、おい、おい、おいまゆちん、じらすねー、おいまゆちん、言いなさい、おい、かまーい。目覚めた？うん、まだ目覚めてないから、もっと早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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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眠気が覚める曲って調べます。調べます。眠気が覚める曲 EDM だって。 EDM 了解。 EDMリーの体重159キロです。面白くない。ハウリアーシェシェサナダクエツメイコ。身長は39センチ。違う、あの動画。何あの動画って、何あの動画って。読み聞かせも YouTube でよく聞いたわ。え、本当に一緒だ。怖いって。何の動画？吃茄沙的时候，啊！それ。啊，对，我昨天啊，前天拍，那やばい、あれ面白い，拍。拍自我介绍的影片的时候，我要讲体重跟身高，然后我一直一直一直讲，一直讲。大家好，我是小山美玲，我今年17岁，我的身高是159公斤，体重是39公分。
待って、我完全忘記。真的，我一直一直讲，很好笑。なんかもう一個あったんだけどね。为什么要讲这个？要摆自我介绍的影片，然后我要讲我另外一个是なんだっけ我忘记另外一个是什么。真的很好笑。我希望未来可以ねえ待って我希望未来可以一口他ねえ面白い你把未来讲成讲错他演员对讲错很好笑真的不行啊很好笑啊そうそう未来对我一直未来的从我一直会讲未来对还有很多ねあとねもう一個あったけど忘れちゃった39キロじゃなくて159センチじゃなくて真的很好笑我觉得我认真的脸认真讲我的身高是159公斤我的体重是39公分真的很好笑小三美丽小三小三三的有小三三catchphrase 这个好了啊大家好我是AKB48 的 Team TV 的小三美丽我的身高是159公斤我的体重是我的体重是39公分我其实我真的公分公斤还有公司之类的还没有记背起来还没有记好还没有好记啊哈我要先ありがとう麻友ちゃん求我谢谢麻友的求我谢谢你未来当演员啊真的我完全忘记对我其实常常会讲座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讲座谢谢那你谢谢啊違うから秋我们讲这么久都没就到麻友依赖就走真的很厉害我真的忘记いや本当にバカだね真的笨蛋好笑的不想走了麻友ちん麻友ちんじゃあもっとなんか話して面白いことヘリスズリ…什麼我ヘリス很多吗あ、对眠気覚めたあ、对还有我有一个我想我原本想讲我喜欢穿的因为我喜欢看到自己不同的看到不同风格的自己之类的然后我想写这个这我想讲的我想写然后我写的时候不懂是就不一样的意思吗？我写那个普通普普
普通と違うの中国語が言えない。普通。普通。あ、普通。我写普通。で、想写出来的时候，普通的汉字我写普通。所以我写的是我喜欢看到普通风，普通风，普通风格的自己。小时候的广东话，因为松山，松山，美丽山子的白衣服我也买了。哎，你也买？那个不是女生穿的吗？因为这边太矮了，男生穿的怎么样？我想不到。男生班，诶，有男生的，啊，对，休憩室，对，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我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これ怎么念？これはなんて読むんだ？普通？ナリンツオラマ？不是。我原本想写。我喜欢看啊，因为我喜欢看到普通，不一样。So， 对，真正的对，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喜欢传达。对，真正对。但是我写，对。我写了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然后公司的感觉很傻眼，对。然后我今天公司人跟杰星讲话的时候，就是公司我杰星在我的旁边，然后公司人一直啊，公司人跟杰星讲话。但是我在旁边，对，姐姐，对，工作人员姐姐，对，我一直我嗯，工作人员在跟前心讲话，但是我在旁边，好，然后所以姐姐跟我说，为什么你要说好？对，我第一次买这种衣服有点紧张，我想看。男生的是怎么样？美丽，你今天真的累了，但是我现在还好。我在线是打了，对，有脏话的文章给皇上看到了，真的吗？很好笑。对，郭泽烈姐姐这个问号。从排天一直累到现在，排天是什么意思？我忘记。哎，还有快！还有40分钟，真的，我觉得很笨蛋。早上跟下午排点啊，排点，有被叫你是在好心算的吗？对，有点。哎，昼間じゃなかったって何が？あ、間違った。昼間に何？昼間が何？昼間じゃなかったって何が？で、あとは、ねえ、なんだ、クワイホングの中文怎么讲？ロボ？不知道忘记红楼，なんでもないです。はい、ごめんなさい。今天我去麻友那边，麻友讲的像你手机全部坏掉的感觉。那没有啊，萝莉，哎，萝莉吗？啊，不是萝莉，就是是萝莉吗？啊，是吧？啊，对，萝莉啊，对。姐姐跟我说，姐姐，公司人今天跟我说。你知道萝莉吗？然后我听错萝卜，哎，萝卜吗？红萝卜吗？お先に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はい、ミミさん、またね、ありがとう、谢谢看我直播，谢谢。
对，就是罗什么忘记，但是我今天可爱的意思听作罗罗卜，然后困睡了。你饿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妈呀，是不是最近讲话都很夸张啊？真的，妈呀，讲的真的夸张。对，所以不要太相信到你。对，他真的讲夸张，每次都会害我想说美玲该不会怎么了，很好笑。我真的在日本的时候也常常会听错，就听错的内容也很奇怪的。对，但是最近中文也会，中文也会这样，真的很好笑。Fly so high for me。这代表中文、日文一样厉害了。没有，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口音不好。对，不好，向日文听力加油。嗨，对不起。对不起，我到现在还是会听错。耳が悪いのかな？叔叔萝莉明明就跟萝莉差不多啊，但是我那时候公司人在，我不知道公司人在讲什么，所以我听错啊，萝卜，什么萝卜？奇怪奇怪。和小公主谈恋爱，但是慢慢学。嗯，你也算是萝莉？哪有？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会谈萝莉，不会，不行。快好了，快好了。今天咱一整天，我肚子超级饿。你没有吃东西吗？买了超多麦当劳，好好，我也想吃麦当劳。我喜欢麦当劳的薯饼，还有那个早餐的吃了汉堡 muffin 的那个。またね、ジャージさん、ありがとう。谢谢看我直播，谢谢送我礼物。またね、ありがとう。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可是我的体重，你的体重偏胖100公斤吗？太胖了。是说日本都说十七岁是最华丽的一年，美玲不要吧？嗨。但十七岁吗？我觉得我的十七岁的人生很累很累，真的就这样。那个，哟嘣，嗨，这样，我的十七岁的人生是这样。好，嗨，我很累。对，十六岁比较好，瘦一点给你呀、啊。所以我希望十八岁更好啊。比现在好一点，比十七岁好一点，所以我要改变自己不好的地方。三子如果不好看就对不起，我的美工真的很烂烂烂，没关系，我什么都喜欢，道明做的一定会喜欢我，我会期待。真的人说菜有会意的，嗯，对，应该我在大人的时候，我变老人老的时候会。啊，那时候真的，嗯，为什么那么累？现在比较累，比我十七岁华丽，是吗？嗯，应该这样不好。十六岁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就十六岁的时候这样，然后十七岁，不，真的真的是。
对，很累哦。但我现在很好玩。以前是心情累，那时候是身体累。对对对。跟美玲一起变老，我不会了，对不起。快乐就好，对，但是人生是遇到快乐的事情后，一定会遇到不快乐的事情。我每次都是这样，我的人生每次都是这样，就这样。那我怎么办？那你先变老，拜拜。我不要。いつも探して。睡一下就过去了。哼，星野源不要讲话吗？可以不要讲话吗？对不起。杰星也开了耶，哦，真的吗？杰星开了吗？我大小张妹妹六岁，所以你是23岁啊？不是，哎，是吧？23岁。美丽会有这种感觉吗？虽然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都没差了。有时候啊，有时候不会，不是每个都是，一定有一个月一次不开心。不开心的事情也有，但是，对，很小的不开心的事情的话，睡觉就没事了。但是我的心情变那什么，算了，会算了，无所谓，好累，很累。キノコの子元気の子メリンプリもないちゅえてをプリにタンクさん晚上好トガさんつ38公斤就海を探し一個礼拜看来是我比较快乐比较乐观有吗其实我也想太多的人也常常会心情不开心休憩だと厉害でもね最近觉得想太多也没用浪费时间我觉得所以最近努力不要想太多，但真的我没办法的时候，我会跟大人讲，然后大人讲的都是他们都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要什么大一点，什么大一点。
有些不能勉强，对对，对，不到，谢谢炒股的惠子玫瑰，小三妹妹加油，我会努力。我现在，但我觉得自己比之前有偏坚强一点了，有点像不在意的意思。なるほど。アイスラホーラホーって何な、何ラホーってヤホー。ほう、他心胸開放意思。なるほど。ポジティブかな、ポジティブかな、是不是ポジティブな意思吗？就觉得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啊，对，就是 positive thinking。然后爱死然后爱死然后，信的，打招呼，然后奇怪。谢谢送我 kiss 啾啾，谢谢你。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早く。算嘛 ，positive 不是積極的的意思吗？不是 positive 的意思是 positive 的意思是，他怎么讲？就不好的事情也变成。骗自己想骗放他那个不好的事情的想法变成好一点，就是如果那今天我想啊，今天我很比如说我很今天很想吃汉堡，但是没有钱，然后那很难过，但是我今天已经吃了熟食，所以没关系之类的吗？还是那如果都没关系的意思，没关系的意思吗？就是不是 positive 不是吗？再次来了，不是吗？ positive。是日本的 positive 的意思，不是这样吗？那如果分手嘛，如果跟男朋友分手嘛，然后 positive 应该 negative 的人会很难过，很难过，一直难过，一直哭。但是 positive 的人，就分手后也没关系，我也，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男生，我会遇到，所以没关系，随便之类的，这样的想法是 positive， 不是这样的意思吗？没有那么这个，也没有積極，不是吗？不一样的意思吗？正面跟负面。私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ネガティブ。スウェーデンか懐かしいよね、本当にね、あの眠らないでしょこの歌絶対。ちょっと有点難なんか積極の意味もなんか違う気がするからわかんない。まあ大概的意思我知道了。
ちょっと有点跟日本的意思不一样，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没关系。我也ネガティブ。真的吗？アイスネガティブ？真的吗？为什么？什么样的ネガティブ？突然来讲，没发生。对对。睡蓮花長いな。阿部さんも若い頃はかなりネガティブだったんだぜ。そうなの？やっぱ経験だよね、人生って。人生は経験してネガティブがポジティブになるよね。スレンカラオケでもそう疲れるよね。わかる。長すぎなんだけど。最近也是有觉得很烦的事情发生。每天不是刚刚跌到一盘酸面。什么跌到一盘酸面？什么？什么？没关系，不用道歉。我不想帮别的粉丝讲话了，我觉得有点被烦你，被绑的感觉。什么意思？什么被绑？被绑是什么意思？什么配胖什么？之前觉得很多事情都比较就是吧，不过现在觉得不在意就没事了。对，哎，我知道配棒的意思，但是配棒什么？什么粉丝配棒你？什么？配。之前这样的事情都不在，不过现在觉得哎，就没事了。对，要变，要换想法，跟我自己没关系，跟你比较有关系，关心。什么意思？比如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ちょっと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あー、ジョンカニね。あー、没关系。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帮我。啊，他为什么最近没有？我觉得真的随便，没关系。なんかでもジョンカニさん本当にマユちゃんのところ行っちゃったよね。マユちゃんのところ行っちゃったよね。でもそれは私も悪いしいいけど、そうそうそう。有时候粉丝也是未来出去的。でも我觉得没办法。没关系。因为我有几个粉丝，讲这个好吗？まあしょうがない。ジョンカニさん说最近没有我的米粒吗之类的，然后对，所以。他觉得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支持你之类的，但我也觉得自己有错，所以我不会难过，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如果真的我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的话，我会难过，但我从开心上真的我觉得对的，所以我觉得没办法。谢谢爱上的 love， 还是觉得心里有点受伤，有啊，一点点有啊，因为他一直一直跟我说不会不会骗什么，不会我先打给。不会骗推你的心情之类的，但他已经去买有的地方了。对，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会变心。他一直跟我说的，所以我也有相信。对，状态，对对对，但他已经去买有的地方。有时候会，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自己也有错，所以，没办法。我觉得真的觉得蛮有比较，我看到蛮有努力的感觉，但我自己也看不到我努力的感觉，对。那你米希马鲁基地是什么？我没听过。别想太多，我没有想太多，我完全没有想太多，真的没有。感觉永远不会变心的人很少了，我也觉得，对，所以这个是我的问题，对。双面姐可以帮我，好可爱哦，好成熟。だ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もん。我自己也有错啊，但这个事情是我还是等，下次的直播的时候再讲吗？可以吗？だ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よね。そうだよ。だから，但我已经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努力，这个工作，还有自己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慢慢改变。对，对不起，我好像今天一直讲错话，什么讲错话？没关系，まあね，アイドルは難しいよね。偶像是真的很难，偶像跟粉丝的关系也真的很难，对。但我一开始的，そうだからね。本当に頑張ってるんだ今。だから私は悲しくないよ。いろんな経験できてるよね。そう最近ね、いろんな経験というか。いろんな思いをすることがあって、アイドルのことだったり自分あの普通の私のことだったり、いろいろなことにがあって、経験して自分の考え方が最近ここ1ヶ月2ヶ月で変わったから、これからねもっといい女にな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いい女っていいミレイちゃんになるよ。もっと魅力的な女性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るよって思ってるから。小三妹妹多喝水，我知道，谢谢你。そういい女になるから、いい女になってみんな私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て。そうだから本当に経験、本当に人生は経験だよね。为什么你要害怕什么？你要害怕什么？まあさ、この話は本当はもうちょっと後に話そ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こういう話題になったからちょっと話したが、また今度詳しく話そうかなって。
俺は何気にミレイちゃん好きよって、本当にタンクさんありがとう。でも何気でしょうちゃんもっと好きにどうしたらなってくれるかな検討するってヤンション。そう何検討するって何を検討するの。シャオサメはゾホイティンフェイチシーンジータフェンスゴーライドおへぬりおいしゃ我觉得最近自己也是想太多，对，不要想太多，也不要乱想，对，对。未来頑張って、本当に好きです。ありがとう、ダーミン。我也很喜欢你，谢谢你，谢谢支持我，支持我。好难。気になってなきゃ配信見に来ないからね。ありがとう、タンクさん。またいつか会える機会があるときに。成長したなって思えるもらえる頑張るけん練習それまで頑張ります。我是路过的粉丝啊，つつむつつつアイスもね、アイスももっと私のこと、私を 2.5 番に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私今頭めっちゃ痛いです。アイスもとうとう今天中午的时候也一直头痛，还好吗？美玲，好好照顾贤弟，我就不会乱想了。哎，你在想什么？是不是你觉得我有病吗？如果我有病的话，我不会这个工作。对，我只是想睡觉而已。不要乱想哦。对。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台湾のオタクはそう優しい、でもね優しいけど DD ばっかりだからねDD ばっかりだからねそうアイスだ 2.5 トエトエ2.5 トエ、そうそうそう。セジャマヨちゃんは太夸張だから、まゆちんの言葉はマジで大げさだから、だからまゆちゃんのこと聞いても、あの先不用相信然后等等问我就我会回答。对，这台是发现有病吧你觉得我有病吗？这个问话在中文里面是吗？对不起。ヤンデレの色味なんか悪くない。そうね、ヤンデレなんだよね、ヤンデレなんだよねって自分で言うのは分かんないけど、友達によく言われるんだよね、ヤンデレって。そう、 DD ばっかり、マジ DD ばっかりだから、みんな5人以上いる人ばっかりだから。大家都 DD。 台湾的粉丝都是很多人，大概的人是弟弟，觉得美玲一直很像感冒跟头痛啊。对，应该，我觉得日本跟台湾的天气不一样，所以有点，因为我来台湾就变，我来台湾就会有那个偏头痛，对，在日本的时候没有。所以应该就我还不习惯这个关系吗？已经快两年，好快两年，跟雨在学的吗？没有，可是同学的，ガチ恋みたいなオタクね、いると思うんだ、いると思う、ガチ恋オタクはいると思う、いると思うんだ。でも日本でもいる？いますか？ガチ恋オタク。可以说之前觉得我是有生病吗之类的。好，对不起。斜めに構えてわからないだけか。你下次问英姐你有病吗？看他会不会打你就知道了。我觉得他会说没有病。你比较有吧，一直会你比较有病，他会说，
对，他会说你在邮币，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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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之类的，对对对对，我觉得会。ガチクオタクいるってほら、いっぱいいるらしいよ。日本はやっぱいるのか。ガチ恋オタク。でもね、嬉しいですよね。あ、そう、台湾のコンチビジョン。え、对、草スイデン、对。他会说你在有病、你全家都有。え、ちょっとさ、有点、とは。最後、最後一句話不用吧。你全家都有病。おい。礼拜二直播来试试看。不会。梅林这个愚蠢的人类。英爵应该会，英爵会，英爵真的会，英爵真的会。他会。你这有病耶，我没有病。他会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英爵不会。好，那我问问看英爵，然后会不会这么讲？我要录一下，我要录一下。谢谢追踪我，我要录，我要录音。不要说是我们讲的，我知道。好了。我啊，不过我觉得他其实两句都会讲了，好可怕，会吗？エルミも火曜日配信。对，我也是礼拜二跟礼拜三，礼拜二跟礼拜四也有。还有，我跟你们说，下礼拜二是。还有再有什么时候？应该29吗？礼拜五吗？都是一个半小时，我要开一个半小时，所以请大家睡饱一点，我也要睡饱一点。そして大家帮我想法题，谢谢。你在有你全家都有是一句流行啊，真的吗？不知道，不然我有要背到吗？唐突だけどミレイちゃんの笑顔好きよ。え、ありがとう。なんかたくさんの人が私の笑顔を見て好きって言ってくれるから嬉しいの。だからそうだからね、なんかね。みんなにね、笑ってないとマジ怖いって怒ってるみたいって言われたから、もう笑いなさいって言われたから笑います。笑います。嘘の笑顔じゃないよ今は。因为礼拜五的关系吧。礼拜五什么？礼拜五是什么？没有话题我都进来不说八大没真的吗？什么没有话题？那 S 帮我想那个三次的题目，给我题目嘛。是火曜日の配信、私めっちゃ困る。なんで？あ、嘘ね。嘘。火曜日のなんで？啊，因为有很多人嘛，很多人在播嘛。你再有，你全家都有是台用哦，后来台湾，原来如此。そうそう、エロミの笑顔めっちゃ素敵。ありがとう。こういう怖いというか、かっこいい雰囲気だなと思う時がある。ああ、なるほど。でもね、真顔はやっぱり怒ってるみたいって言われる。怒ってないのに。かっこいいと思う時、まあこれは時と場合、あのなんだっけ、PTO で使い分けよう、笑顔と真顔。あ、TPO だった。随便讲。不行、我每次都随便讲。一开始完全想不到、然后想、一直想睡觉。然后最后30分钟有话题、然后睡醒。一开始的一小时很辛苦。我、欸、如果刚刚麻友没来的话、我
我一直想睡觉。真的，今天的麻油谢谢，谢谢今天麻油来我吃我。真的，因为我看到梅林就害羞到不敢说话了。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瑟瑟，谢谢。本当かな？じゃあ 2.5 にして、じゃあ私アイスさんの 2.5 番になるから。可以吗？アイス可以吗？我要当你的 2.5。 2.5 突然ぶりっこ。だって 2.5 だもん。ぶりっこ似合わないよね。流星雨嘛，现在最红的应该是那我也要睡了。真的吗？这个是流星雨？あの時配信中の推しメンバーやば多すぎ、全員頂点吗？还有一分钟，开心。有2.5就会有，哎，不行，那好，我知道了，那我要2.01啊，2.00001可以吗？2.00001可以吗？哎，那美丽是我机队。所以当然是一，当然是一，对，但是爱子是2.00000000，是啊，这就很混哦。好，是因为啊，我知道，但我也常常会讲嘛啊，对，我有一个。次礼拜有点很好笑的事情，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午休的时候会在柜子里面睡觉吗？对，柜子里面睡觉，那个在学校的柜子里面睡觉，然后大家已经知道，他家同学已经知道我会柜子里睡觉，所以。我的同学跟我说，我那个睡午休的时间的时候，我在讲话啊，我在聊天，然后同学跟我说，赶快什么？赶快进去，赶快，就他应该其他人的话，你赶快坐睡觉之类的，你。赶快趴下来之类的，但是只有跟我说你赶快进去，鬼子一对，我觉得有点很好笑。哦，真的同学们很理解我，很了解我，很厉害。赶快进去，对。真的很好笑。月1ぐらいでミニコンサート続けばいいな。本当に真的。本当に続いてほしい。だってこれミニコンがあったら私たちの研究生にとっても経験ができるからね。そう。まあせめて2ヶ月に1回とか多く少なくてもしたいですね。来てほしいな。タンクさんもいつか時間があったら来てね。专属你的位置，对对，我已经大家，对，知道，大家太习惯了吧，哆啦 A 梦，真的，对，赶快进去，对，真的很好笑。嗨，お疲れ様でした。今から寝ます。おやすみなさい。勇哥，好好休息，吃药哦。谢谢，我也要关，对。真的很好笑，对，所以我可以之后可以继续在那边睡觉，耶、yeah, ，没有人不会生气了。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聊天我跟我聊天，フラッと行くときあると思う、フラッとかしてください、待ってます、また。ね、安倍さんが卒業しちゃったけど来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です。待ってます。そして頑張ります。もっと
美玲现在也可以去睡了耶、yeah, 开心没有人想跟你拿柜子睡吗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真的真的只有我只有我刚好刚好的位置今仕事中ジュリアさん頑張ってね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ね大丈夫但是我要关对一个只有我的位置鸡蛋脸不会进去跟美丽聊天都不会无聊嬉しい谢谢你们谢谢你这样说这样跟我说我也开心ミレちゃんの成長割と楽しみ頑張ります頑張るね今までちょっとなんか成長が止まってた気がするんだけど今からというか今頑張ってるのでもっと頑張ります待っててねじゃあこれでライブ配信は終わりますじゃあ次のライブ配信はシャツダスボースシャーリーバイオ9点到对9点开始谢谢大家今天也陪我聊天次の配信は火曜日の9時だ。え？日本時間だったら10時かな？時間があったら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辛苦啦、大家辛苦啦。バイバイ。おやすみレイ。おやすみレミだよ。バイバイ。エロミおやすみって。バイバイ。え、ポエゴア。バイバイ。